七成配合执政党的政策，那至少也要有三分的监督，但是这三分我相信就够他们好好去警惕。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说，实力只拿出三分就已经让他赢得网友大力支持。根据网媒林传媒民调，在最有力监督行政机关的立委王世坚拿下第一名。第一名王世坚我觉得还 OK， 王世坚的火力也蛮猛的，他监督的时候哈，这个火力猛，第一名我觉得还是 OK。 黄国昌跟国民党是小人报仇一天到晚，哪怕雨越下越大，王世坚就算撑着伞，轰蓝白火力不减，金句连发，对自家阁魁阁员同样没再客气。进到内阁就没有阁员的个人立场，阁员所有发表的政策说明谈话都是内阁的立场，能不能约束他不要再做核能的自走炮了？针对目前国会声量较高的35名立委进行的网络民调，还发现民进党立委黄捷成为立法院中最年轻的黑马，在印象最好以及未来发展都拿下第一名。感谢民众对我的肯定以及对我的期待，高雄队能够双双的拼第一，要归功于高雄人做我们最强的后盾，才能让我们放手的拼搏，全力的冲刺。其实黄捷在有力监督行政机关的部分也获得第三，甜美温正形象和王世坚辛辣激动风格形成明显对比。民进党杨文谦台北报道。